你就是蒋美美。是的，早就听说隔壁套间住了个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。白小姐仪态万方，着实令在下仰慕啊。请坐。好。听说蒋小姐去过日本，在上海船务公司做过，也算是开过洋荤的。看白小姐谈吐不凡，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不知在哪高就啊？我在上海一家英国人开的事务所里工作。啊，我们都是为洋人做事，又同在上海，真是有缘呐。看来我们真该早些认识，您说对吗？现在认识也不晚嘛。阿英，离开根据地这么久，适应了吗？我一点都不适应，整天和那些鬼子汉奸陪笑脸，都窝囊死了。你呀，还是你那个老脾气。我就说说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惹事的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了。哎，师傅，东海客栈就在前面了，老师早在那里等你了，快去吧。好。我还真想同志们呢。同志们，除了老师还有谁啊？在敌人的营垒里还有许多我们自己的同志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走。请。谢谢。为了我们的缘分，干杯。好。我也是从上海来的，在那家美国人的船务公司，碰巧看到了你的档案。上面记载，根本就没有蒋美美这个人。你是谁？我是蒋美美。我看你情绪波动很大呀。你错了，我很平静。说谎的不是我。是我。是的。根据呢？因为船务公司的档案并不在上海，而是在杭州。你在上海是不会看到档案的。哼，蒋小姐，你很聪明，我很喜欢你，交个朋友吧。高攀不起啊，我也没这个兴趣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子，我不会轻易相信附在表面上的身份符号。也许我错了，不过你要习惯，慢慢的适应我。适应你？对，否则你会很麻烦的。哦，明白了。好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我想还是告辞吧。不送。晚安。晚安。
3年没见了。是啊，这3年我一直惦记着深入虎穴的同志们。坐，快坐。这3年过得怎么样？别起窝火。徐部长，我强烈要求到浙东参加新四军，与日本侵略军面对面的拼刺斗。忠义同志，你是特高班里唯一的共产党人，党需要你留在这里，你还得继续坚持战斗。你是党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刺刀，能起到战场上刺刀起不到的作用，这需要插的更深更深，这是党的要求。徐部长，这个岗位重要我也知道，可是老百姓都戳着我的脊梁骨，骂我特务汉奸，活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太憋屈了。作为一名共产党人，要经得起委屈。人民群众对你的误会是暂时的，而党是信任你的，正因为这样，才需要派一位党性强的同志去，自觉抵制灯红酒绿的诱惑和金钱美女的腐蚀，坚持党的原则，像一朵红莲花，处淤泥而不染，随时为党的利益献出自己的一切。你也知道，日本特务和铁杆汉奸是异常的凶残、狡猾、狠毒。特高班处境很危险，回去你要多加小心。我明白了。就这样，请党在斗争中考验我吧，看我能不能成为插在敌人心脏的刺刀，能不能成为党的一朵红莲。根据可靠情报，这里将成为日军浙东物资中转站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为此，你们要进行爆破、袭扰、收集情报工作。这也是党交给你们的任务。好，放心吧，徐部长。军统有个特工，代号鹦鹉，不知是敌是友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。鹦鹉？最近来了一个女特工，叫蒋美美，会不会是她？蒋美美和你都是青浦特训班毕业的，一直潜伏在上海船务公司搜集情报，绝不可能是鹦鹉。师父，接你的人已经在外面等候了。忠义同志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好，铃木机关长。石班长，我交给你的任务，这个人是个卖情报的，你得问问他给皇军办过什么好事，立过什么功劳，都记在这个本子上，以后他送来的情报统统记在一起，按成绩赏金票，月月结清，一定要问得详细一点，马虎不得。是。哎，太君慢走。哎，您抽根烟。哎，给。不抽。铃木机关长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。你的情报是从哪里发来的？有哪些买主？我的情报也是用钞票换来的，不过我手下有一批徒弟，散布在茶楼、酒馆、旅馆、车站和码头。你那些情报对皇军来说未必都有用吧？这些年来我为日华亲善提携、共存共荣干了不少事儿，日本宪兵队的龟田少尉通通都知道，今天我只说3件事。时间快到了，怎么还没来啊？应该快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秀禾，这样，你先去藏起来。好，小心啊。谁？站住！
再不站住，开枪了！别以为你跑了，老子就不知道你是谁。走，走。谁？石大哥，你回来了。是你啊。石大哥，那艘船怎么样了？出了点意外。那怎么办？那艘船被击沉了，船上的人下落不明。那你暴露没有？不知道，反正跟来加山。